我是刚刚那个时候长的，哎，不好意思呢，是1月31号。也刷了20.02分，说白了是1255次哦。刷完八车将修安院开往金龙，就把它开走了。未来还有个三百，哦，300不是要付死。今天什么日子？10月30号。我有啊。没有日子，有日子，万圣节，万圣节，你也假戏啊？那吓死！那你要去905圈的？我什么记得？谁记得？他都死了100年。啊，拜拜，刚才这一段，拜拜。20.03分，谢谢各位。